我是流浪傻妞，一个喜欢到处去流浪的傻丫头。那这个合同我到这儿了，是的。然后我就跟你讲一下这个过渡车的地方。嗯，行，咱们去看看车上看一下。好冷。冷，扬州冷。嗯。好，去看一下。所有的东西都是齐全的。当时因为你的提新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礼包嘛，然后都给你。提新车的时候，因为提新车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大礼包的赠送，还有赠送啊？哦，有大礼包赠送，哦，热水壶什么的。然后今天我把这个就你们就提前拿了吧。反正你是拿你就多少钱？真会过日子。提前拿了，提前拿了。我刚才还以为我说这是客户买的落这儿了，放在这儿了。床上的被子，被子，然后那个床单什么的，我都给你先放上面了。就你不用去买了，哎，可但是在扬州会冷，你们可能需要买一下，就是走路上你们不用买了。好嘞，好嘞。这边冰箱里太感谢了。看一下啊，148升的冰箱，嗯，包括卫生间。然后你们反正自己先做个检验啊，然后跟你我把东西所有的东西跟你去弄啊，然后监控啊，反正你俩都用过车的，这个基本的操作你都知道。嗯，对，这都会。然后这边的话，空调这些的话需要打开，你都。暖风的话是这个小按钮啊，拧开，拧开就可以了，啊，拧开就行了，就可以了。对，啊，这个比较，就这样关了就可以了。哦，就是这个比较好操作，这好操作。对，拧开完了有多热呗？对，是的，它是可以调，对对对，它是可以调节的。哦，明白了。边就是，协会俩协会这些，然后。这不是有个爬梯吗？爬梯我们是固定在那个卫生间里边的，嗯，就是行车的过程中你不用，你直接把它过渡放在那个卫生间里面会比较那个。过渡在这儿有个小门，小门是那个的，小门是去那个行李舱里面拿东西，直接从这儿可以拿的，啊，直接从这儿可以拿的，啊，直接从这就不用再绕道。这些都是车上的钥匙吗？车上钥匙是这个样子，那个谁？前面有一个。你把这个钥匙给我，跟你讲一下，我们家这个钥匙跟这一把通用所有。所有门吗？门的钥匙，中控门跟所有舱务门的钥匙，这个圆的就是加水口的，然后这个就是开车的就 OK。那这个就留着备用。你一定要挂放一把在你那个身上，为什么？有时候车友的车会被它自己会被锁在外面，就是你留一把，居然留一把就放到这个抽屉里，这里有个小抽屉，对，这还有。人家的车对，这是对，这个车是借给咱们过渡的，所以说咱们就精心着点给人用，多加小心点。这个里面都是什么呀？哦，跟你讲一下，我觉得像你家男士来知道一点比较好。保险丝儿，他也知道。这个啊，对，这我也懂。哦，这个是保险丝给你们配了一点的，包括那个后面加水系统的一个东西都是配的，这每个车友都会配。然后给你拿了4包那个降解剂，因为在路程当中，车友在路程当中可能用的。然后这个是那个遮阳棚挂衣服的那个东西，在那边，这个你们都知道呢。然后这个就是特雷尔空调，然后这个是应该是换气扇的，这个是带雨感的换气扇是吧？对，这个东西都在里边。那就这些，这个是这些也放到这里。然后看一下这个倒车影像，你们看一下倒车影像，目前是你可以发动起来检查一下。行，你的前面正好不是有流媒体吗？然后车子发动的时候你检查一下，这个怎么开呀？不按。直接就推啊！它是宝马的档，自动挡。R 是那个。R 是倒档吗？你看，往哪呗？这个是倒车的。然后。这个我知道，前进档。对对对，就 OK 了。空档了。就是就挂倒档，挂档就这样。就这样。这样。那操作挺简单的。第一次开一回快。那你以前开的是什么？福特。哦。对对对，这个流媒体也是提车就带的。这个是提车就带的。你看一下。这边里面是有一个灯的啊。有个灯。换灯的时候，它里边是有的。有灯的。这边就放油盐酱醋。开户外灯它就亮了。开户外灯它就亮了，因为你做饭的时候，要不然拿东西不亮它。煤气罐在哪里？煤气罐，但是这个纵置槽的煤气罐在对面。这个储物空间是。就是放油盐酱醋，大米白面了。这个可以，你放。大米白面，然后这边放油盐酱醋，这个尺寸是我们当时合好的。
然后这个里面跟里面是贯通的，为什么做一个贯通式的？就是里边也方便。方便就是你用电磁炉在里边热的、这个设计挺好，里外都可以哈。下雨你就可以不用在外面弄了。对，这个储物仓会比较大一些。这里边还有东西？这里怎么还有东西呢？对，我已经弄好了。这个是随车的工具，是优衣库本身它出厂的时候就自带的。然后炒锅这些都配好了，下水的管子，充电的。然后这边是有一个灯跟插座的，如果你们有那个，就是如果你们有那个电动车啊，就直接在里边充电就可以了。以然后把这边关了就可以。你要用、这个是触摸的吗？触碰的。哦，碰一下它就关。这个样子你就不用再用手机去打光找东西了。哦。来了直接点灯就可以了。好。嗯，这是放煤气的。这煤气罐也带的呀？煤气罐都是满的，5公斤一个，两个是。你们出厂连煤气罐都给充满了，每一辆车有都是充满了走的，都这个样子的。然后这个是费雅马的，那个安全阀，对，安全阀，这是费雅马的，很多大厂的感觉。对，然后里边是那个燃气报警器，那个是泄漏报警器。给你俩交代，反正你俩都是用过车的用户，这个备用钥匙你们一定要留着一把在身上。好，来。第一次开这个车吧，优衣库的地方。第一次开的车，我终于有车开了。哎呀，这会儿就有车开了，可以出溜了。舒服，高兴。得劲。出门第一件事干嘛呢？加油，给车加上油。